这只企鹅宝宝才刚出生，就被死神盯上了。在这零下40度的恐怖低温下，它只要接触冰面几秒，就会被冻死。因此，爸爸只能让它踩在脚上，用自己的屁屁给它温暖。但这样一来，爸爸只能迈着小碎步走路，样子显得十分滑稽。即便他已经非常非常小心了，可还是会一不留神就摔个四脚朝天。成千上万的爸爸都有了自己的小宝贝，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蛋都能成功孵化。这位爸爸还在苦苦等待着，显然有些失落。 他的邻居却不合时宜的出现了。大肆炫耀着自家的小宝宝，原来企鹅也喜欢晒娃。似乎感受到了什么，这只小宝宝兴奋地叫了起来。他发现到蛋壳正在碎裂，于是他更加努力地叫喊着，以此鼓励蛋蛋尽快破壳。没一会儿，一个小生命就破壳而出了。他叫雪宝，作为出生最晚的企鹅宝宝，他的成长注定会有更多磨难，因为爸爸妈妈只会养育他们6个月，雪宝必须在最短时间学会独立。然而万万想不到。 这只坠入最小的企鹅宝宝将在不久后成为新生代的领袖，开启他充满戏剧性的传奇一生。在企鹅的社会中，爸爸担任孵蛋的角色，而妈妈肩负着捕食的重任。在离宝宝很远的地方，妈妈们已经花了2个月的时间将自己养得膘肥体壮，现在他们一个个冲回地面，准备赶回家喂孩子了。雪宝的妈妈就在队伍之中，她为宝宝储存了满满一肚子的油，但回家的路足足有60公里。以他们的这双小短腿， 还需要走很多天，在这期间，爸爸会分泌出婴儿奶，为宝宝提供营养。妈妈也一刻都不敢停歇。在婴儿奶耗尽之前，他们必须及时到达，否则宝宝就会饿死。然而回家的路并不好走，这片冰层已经变得很薄，水下还有天敌海豹在虎视眈眈，他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。但不幸的是，雪宝的妈妈踩到了陷阱，海豹立刻闻声而来，她拼命挣扎着，同伴们却爱莫能助，这让她很绝望。可作为一名妈妈，她不能就这么放弃，嗷嗷待哺的雪宝还在等着她。 他用尽力气想爬上来，可身体实在太笨重了，更绝望的是海豹已经近在咫尺。很幸运，他从死神手中活了下来。之后，他开始滑行前进，显然这要比走路快得多。没多久，前方就出现了山坡，凭借爪子上厚厚的鳞片，他们可以牢牢抓住地面。好不容易走到坡顶，可下坡却成了更大的考验。冰面实在太滑了，以至于他们不停地滑倒。 一些妈妈甚至放弃了抵抗。另一边，雪宝已经饿得哇哇直叫，但爸爸却分泌不出婴儿奶了。可怜的小雪宝只好吃雪糕来充饥，这让爸爸十分心疼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好在没过多久，地平线上就出现了一群身影，妈妈们终于回来了。雪宝好期待，激动地大叫了起来。可新的问题又来了：如何在3000多只带娃的爸爸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宝宝呢？妈妈表示自己有脸盲症，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让爸爸们排成一列。雪宝也跟着爸爸 加入了长长的队列之中，妈妈则沿着队伍挨家挨户的寻亲，但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。在她看来，每只企鹅几乎长一样。于是妈妈干脆不找了，而是用独特的声音不停叫唤起来。显然这个方法很有效。没一会儿就得到了爸爸的回应，夫妻俩终于找到了彼此。妈妈的回归不仅让雪宝吃到了救命的食物，而且也让一家三口幸福团聚。在残酷的自然界，没有什么比今天更有意义。然而短暂的幸福之后就是离别。为了照顾小雪宝，爸爸已经100多天没吃东西了。 现在轮到他出去捕食了。可小雪宝还不懂那么多，焦急地呼唤起来，这让准备离开的爸爸瞬间破防。他连忙回过头，不舍得看了小雪宝一眼，但想到自己肩负着养家的重任，爸爸还是转过了身。离别对爸爸来说异常艰难，但为了能带回食物养活雪宝，这区区100多公里的来回又算得了什么？而且爸爸们非常擅长找捷径，这个冰洞是直达大海的入口，能帮他们节省许多天的行程。但天上哪有掉馅饼的好事？这显然是个陷阱。被海豹逮住，只有死路一条。 是下冰洞还是继续慢慢走？这是个无比困难的选择。没有人愿意第一个进坑，后面的爸爸们已经不耐烦了。前面的走啊，怕啥呢？咋那么怂啊？这让前面的爸爸很无语。你那么牛逼，咋不先来跳啊？最终在大家的怂恿下，领头者终于下了坑。很幸运，他们赌赢了。海豹已经离开，确认安全后，爸爸们纷纷下了坑。在水中，他们的速度至少快了好几倍。这显然是一个好的开始。